到点了，到点了，是不是？嗯呢，坐大巴，上大巴，拉哪去？咱们就等着呢，等大巴车呢。找座，给爸坐上，坐这吧。对，就坐这行，哎。这门口也行。哎，坐这吧。你坐这了，坐这。对，靠点，靠点，给爸靠点。你坐这吧，你坐这，坐这会儿，因为戴上耳罩。等一会儿，大姐，先不着忙。等一会儿，别慢点，慢点，姨啊。哎，没事。哎。走吧，走吧。山东，看看这车里坐的，说山东话也不少啊。全是山东，全是回山东的。25，对，26，20几，25 C 对。C 在这个过道这儿，坐这边去，二姐，你这过道这儿。对，A 跟 C 不一样吗？我爸坐我那位置，我坐爸的位置，爸在外边能瞅着的。行，坐窗口。啊，你热不热呀，爸？热，同志能拿个毯子吗？拿，哎，对。哎，好的。这是爸，盖点膝盖，知道吧？不冷。哎，这个不是耳箱。阿小。花行呢？要起飞了。花行呢？爸，要是耳朵有点不得劲的话，你就张嘴。张嘴。嗯。要是耳朵要是不得劲，帮我响的话。就能瞅着吗？没起来。能瞅着吗？能瞅着吗？啥也瞅着？太高了，在云在上面呢。在云在上面呢。就整个缆车。二姐，前面的桌板能打开？哎，在姚强机场进港，请在外有温度，客舱灯光调亮。我们特别提醒您，您拿行李时请小心开启行李箱，以免物品滑落。哦，下飞机了，咱们已经往出走了。